咁今日咧就有幸嚟到協進搏擊會啊！咁啊，啱啱咧學到咧，原來搏擊會同埋呢個拳擊會兩回事嚟嘅喎。搏擊會有 boxing、Thai box 同埋呢個kickboxing 冇 MMA 有冇？我哋暫時我未有 MMA， 所以我問佢點解啊 Google Map 咧 boxing 咧係揾唔到佢喎，要 Fight Club 咧先至揾到佢喎。咁啊咁啱咧，今日咧就師傅咧主動揾我嘅。咁啊原來咧就係琴日咧我就撞到以前莊州師傅嘅舊同事啊。跟住咧就係嗰啲舊同事俾咗聯絡你，跟住揾咗我啦。咁啊都好多謝師傅啦。咁啊邀請我過嚟呢邊學會啦。咁都好有心機去教啊。咁我想問一下，主要邀請我嚟今次嚟呢個你拳會咧，係嗰、那個理由係咩咧？或者有啲乜嘢嘅特別嘅原因咧？我咁講啦，首先係你個同事話俾我聽，你想揾拳會啦，呢、這個第一啦。第二樣嘢咧，我覺得是可以幫下你哋。我哋唔係話要即係借助你哋任何嘢，而係我哋想幫下你哋，即係去學識認識 boxing 呢樣嘢。個人會正面啲。咁啊係啊，係啊，個人會正面啲啊。呢個事實，你都見到頭先啲拳手操成點啦，增強個陽氣。係啊，冇錯，同埋散啲陰氣出嚟。OK， 你要知道運動係有咩好處啦。係。OK， 我係希望全香港人都認識拳擊啫。係。OK。可能我你可以話係我係借助你嘅嘢，去話俾大家聽拳擊係啲乜嘢，或者係搏擊或者係運動係啲乜嘢咧？我哋講大啲運動啊，係唔好就係打拳啦，係 OK。咁所以第二樣嘢啦，要贏啦、OK。我哋背後有好多人都支持緊你嘅。哦，點解支持我呢？因為你嘅對手。OK， 相對之下，係啦，冇錯。如果我嘅對手係林作咧，都係你啊。阿鍾培森咧。都是你啊！如果劉德華咧，咁劉德華啦，OK， 所以就是相對嘅喎，係所有嘢都是相對，不是絕對嘅喎，唔係絕對嘅，好得意喎！咁啊，如果啊邊個咧啊實古天樂咧，我撐古天樂，okay. 好公平喎，好公平喎，啱喎，相對性喎，所有相對性冇絕對性，所以冇絕對嘅錯與對喎。我哋今次咧就是希望咧透過拳擊咧就撞翻陽氣出嚟。香港現在妖氣很重喎、都可以咁講啦。陰氣很重喎，好勁喎。都可以咁講。咁你覺得鍾培森佢搞賽事、搞拳賽，對你哋啊、對我哋啊、對香港嘅，對全香港都好，對全香港都好，對全香港都好。第一樣嘢，你有冇試過睇過一個拳賽係咁多人買飛啊？冇喎、啊。OK， 我哋即係都接觸過好多拳賽啦。係。買飛係好難嘅。係啊，買飛好難。我嘗試買飛，暫時一個人都冇幫我買喎。嗱、okay. ，你哋識做啊買飛啊？你係邊個啊？你唔買飛嘅話咧，我即刻成個顧問幫你踢咗佢。講過呢啲啊。好啦，不過鍾培森做嘅啲拳賽，我哋即係都想俾一個中，即係一個意見啦。即係我知道佢都有做其他嘅前線嘅，咁但係佢又會唔會諗下即係？杭州亞運，我哋依個電競運動有啲運動員，其實佢哋冇資助嘅情況下都攞到牌啦。咁佢又會唔會將某啲嘅資金又撥落去，俾佢哋即係做啲培訓咧？咁喺香港做運動員好慘嘅 ，OK， 包括我哋代表運動員都需要好多人支持，係我哋嘅拳擊運動員都係。係，所以好多人支持，所以我都支持你。係，就係多謝多謝。即係我嘅能力只可以支持你，或者係某啲嘅拳手。但係我唔能夠支持曬全香港，但我相信中山有呢個能力。喂，中山咁我又可以講下喎，即係我咧有幾多力咧，又係相對性喎。你有咁多財力，咪相對性咯。咁冇理由嗱，阿鍾培森，我嘅目標咧，最後我一定中籌你嘅。點解？唔關我啦，唔係我立場啊。唔係個，我意思就係要同佢打場賽。點解咧？香港有錢佬咧。我不是針對一個人、有錢也有一個通病的 OK 孤家王的 OK 這個都是他們能夠成為富豪的一個原因的對不知道為什麼香港的有錢都是這樣的哇我剛剛來到剛剛他想請我的時候他真的連水腳費都不夠的OK OK 跟住我耗盡九牛二虎之力是這樣說的我又幫鍾先生說好說話的都要看看你值幾多？佢係一個商人嚟噶嘛 ，businessman 係咪？我覺得一般嘅人一般人同我講啦，所有人都話：喂，30万就最少噶啦。係 ，OK， 呢個係其他人同你講啫。但係你喺個 business 入邊值30万。
咁啊，咁啱喎，係咪啊？如果佢唔係因為你買得曬嘅話，咁點解要俾100萬你咧？咁我想問一下啦，而家咁多人，你覺得今次睇周永恆同埋霍哥，我同埋劉沙包相對打咧，你覺得啲人咧係會買我哋嘅飛啊，定係買周永恆嘅飛咧？兩家都有，兩家都有，係公平喎，公平嘅，即係我哋唔會宣賓奪主啊。唔會啊，咁啊啱喎，所以公平嘅話，咁啊應該咧，我哋咧就係、是即其實我都唔想話咁市侩嘅，我亦都明白喺在商言商咧，因為我唔識啊，咁我哋都要係要公平計翻條數咧。我其實想教自己教拳賽，你可以同眾生傾下，OK， 不過你打完呢場比賽先。呢場比賽咧，其實即係你想唔想睇你嘅？你想唔想講你嘅意見咧？或者唔講都冇所謂嘅，即係點睇？你係指對呢個拳賽嘅意見？唔係唔係，我同埋對手。OK， 你可以保密，冇所謂嘅。我諗暫時我哋唔講先，暫時係啊，嗰、那個意見我哋唔講住。孫子兵法啊，兵家嘅技術咧就唔可以外泄嘅。可以咁講。如果外泄嘅話咧，嗱，我提埋一樣嘢。我哋咧就係、是、如果打得贏我咧，就通常話我哋打贏。係，冇錯。OK。因為點解咧？啲人話我唔夠氣。係。咁你都年紀有翻，年紀有翻咁上下啦。我第六宇宙嚟，我33歲嘅喎。係咩？第六宇宙係啫。呢度喺邊度啊？呢度第七宇宙啊。呢度第七宇宙咁咪係咯。係啊，但係我真係第六宇宙嚟嘅喎。咁但係你而家係幾多歲啊？33咯。唔係咯。係喎。OK， 你話係啊，係啦。師傅，我你33歲，你都係老過佢喎，應該。好難講，大家都係壯年。OK。佢野狗33，爭4年應該相差無幾啊。係。咁今次你最希望，即係其實呢場賽事，你最希望背後是發生什麼事呢？我最希望就是香港的拳擊和香港的泰拳運動員有人注視，我最希望香港的運動員體育業是可以興盛。香港現在旅遊業不是很好的，其實旅遊業我們北上啦，知道為什麼北上呢？但20年前都便宜，是那為什麼現在上？現在香港的服務再加上個質素都是真的未必是強烈現在的中國的，即係可能而家係中國嘅服務質素係比香港好啲。中國突飛猛進，進步神速喎、哦。逢陰氣咧，一定向陽氣嗰度走喎、哦。O K， 係嘛？係。我哋而家香港陰氣重，哇！啲人咁憂愁，咁抑鬱，咁啊啲正常好開心，想開心嘅梗係北上。揾陽氣㗎啦，係嘛？喜氣洋洋，點解喜氣洋洋有陽氣啊嘛？係，冇錯，啱啊，係啊，香港如果其實你咧，你真係傻唔曬喎，你點解要扮傻咧？屌你啊！你知唔知一路咧 ？OK， 一路咧，啲人咧成日話人傻嗰啲咧，必定係傻人嘅喎。係。你有冇見過有啲好聰明嘅人成日話人傻？咁啊啱。我未見過喎。我成日話人傻嘅，咁所以我都傻傻地嘅。係。係。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比賽加油啦！第二樣嘢，即係我哋都希望，即係拳賽，中山再搞多啲拳賽，我哋真係支持，非常支持。係。無論出面坊間講緊點樣，你係一個炒作又好，點樣都好，但係我咁講啊，係得到有好多香港人睇，甚至為支持呢個拳賽嘅，呢個係一個好事。亦都係旅遊業冇咗，頭先講咗旅遊業冇咗啦，係咯，零售業冇咗啦，係啊。咁我哋仲可以靠啲咩咧？咁我哋可能真係要靠拳賽，或者靠中山大喜個拳賽效應，然之後外來嘅人先會翻嚟睇我哋嘅拳賽都唔出奇。我可以大膽講一句，香港要搞起香港咧，唯一一個可能性咧係靠打嘅。點解咧？我啲人咁鬱悶，你唔撚打，你唔撚打個人變傻喎！真係。Okay。
所以講啦，即係可以打沙包嘅，又唔知點解打沙包都。所以流馬居咪叫做流沙包咯。OK， 你知佢身度啊。OK， 叫流沙包，所以你我而家先知咋。係啊，改咗佢第六宇宙，佢叫流沙包嘛。OK， 係啊，叫流沙包，所以咧要打。咁點解要打先至得咧？因為點解咧？大家都益得氣啊！你唔打咧，個人真係嗱，冇實講啊，講一次唔係講衰嘢。你唔打沙包就係打飛機噶啦。OK， 真嘅喎。OK，OK，、okay, okay. 真嘅喎。係。你打完沙包之後咧，你發覺哎呀好後悔，琴晚做咩打飛機？你知啦係嘛？頭先冇氣啦係嘛？冇氣嘅喎。啊，你就唔想嘅咯。OK， 因為咧打飛機就係邪氣。你攝咗呢個陰氣入嚟，咁你攝咗呢個陽氣走啦。Okay. 所以一定要你，所以一定要你要打旺自己。嗯，啊，打旺自己，打沙包啊，打其他嘢啊，打沙包。係啊，冇錯。打沙包又冇打野機，打沙包。O、okay. K， 打沙包咧，我哋個人咧就可以咧包你咧就係、是、由幾柔弱嘅人咧，因為香港你知唔知咧個陰氣從個男人變女人喎。我唔知道我係好陽氣好盛啊！你陽氣盛呢個睇到啦，大家都知道啦。Okay. 但係香港人比較乸型啊？點解咧？因為咧香港嘅法律啊係幫女權主義嘅，男人係男人係你男人咧咪撚出聲啊 ！OK， 你做錯少少，你掂下你試下掂下我口揼，我掂下你啊，非禮啊，非禮噶啦，有罪。OK， 真係即係成個法律係幫女人噶嘛？嗯。所以男人咧，基本上香港男人，你幾時見到一個好 man 嘅香港男子漢？依度有，係咯。哇！我咁講啊，係咯，即係呢啲地方咯。係我咁講喎，呢啲地方有咯。法律係幫助一啲弱小嘅人，我相信。咁所以女士係弱小噶嘛？但係佢哋濫權喎、啊，佢、可以喐下就暴力用法律，佢一掂、一掂咋，一掂就你賴嘢。O K， 濫權呢個咧就交俾。法庭去判，冇噶，你唔使噶，你一掂啦，你一掂啦，差人即刻拉噶啦，得噶啦，唔係未論法律嘅，你唔使講嘢啦，完全係呢樣，所以其實香港嘅男人咧、其實真係好蝕底嘅，因為咧你講嘢大聲少少咧，鬧人啦、啊，啲人話你哇咩咁粗魯，咁就俾人鬧啦，要陰聲細氣嘅喎，男人基本上香港其實好困難喎，都係。係咯，我做錯唔到男人喎，你知唔知點解我今日嚟到呢度？因為咧，琴日我翻工就喺隔離棟大。我知啊，你上過嚟揾我啊嘛，應該。係啊， okay. 跟住咧，你知唔知咧？我第一日翻工咧，我乜嘢都冇做錯啊，因為乜嘢都唔使做咁滯嘅。OK， 第二日已經叫我唔使翻工嘅。好，點解咧？呢啲事唔係第一次發生嘅喎，我喺地盤屢次都發生啲咁嘅事嘅。OK， 點解咧？原來香港嘅歧視問題係好厲害嘅。佢知道邊個咯？咁啲人話佢喂傻喎，佢癲嘅喎。嗯，個同事咁喎，喂佢有問題喎，做咩請佢啊？喂，佢喺度我唔會。你知唔知誒、另外一個拳館咧、叫做咩德啊？唔好開名啦。唔好開名嚇。唔好開名啦。OK。我去嗰陣時，我去赤金拳館去練拳，跟住咧去唔知乜 X 德嗰、那個即係邀請，唔好話邀請賽啦，即係友誼賽啦。嗯。喂，唔可以俾龍心過嚟。OK。玩喂，你運動人家嚟喎，運動人家你呢啲都歧視嘅。係。好有問題喎、啊。呢、這個嗱，我咁講啦，我哋就。比較放下啲嘅，我哋就即係比較放開啲嘅。嗯，即係我哋有無論任何人都好啦，我哋希望都幫到幫。即係都係嗰句啦，頭先講句啦。嗯，有能力嘅就幫下人。係，呢個都係我哋宗旨嚟嘅。係。OK， 咁所以點解要幫你？講咗啦頭先。嗯。而家我想中山幫下香港運動員。就係咁。嗱，你知唔知？我如果而家我嚟角度咧，我都想幫香港。嗯。我想到唯一可以幫到香港咧，即係以我嘅能力咧，就係我一路咁樣一場一場一場拳賽咁樣打上去，最後咧就係中籌鍾培新喺紅館嗰度咧中籌佢，因為點解咧？我同鍾培新，我嘅 level 而家佢唔會打我啊，係嘛？你未夠班，第一我未夠班，第二即係各方面嗰個知名度啊、支持處名氣啊，都係佢都唔會。但係如果慢慢，我用我努力慢慢去咯，佢肯同我打啦。咁啊唔同。咁啊唔同喎，咁啊唔同，咁啊喺紅館，因為我可以帶旺佢，因為鍾培新咧，其實真係佢好叻嘅，係啊，佢好叻嘅，喂，佢100萬收過，1000萬都收過，嗯，
佢紅館就未收到啊嘛，未收到貨啊。OK。但如果我可以同佢打到紅館嘅話咧，我話俾你聽，劉德華，我劉德華唔會打。劉德華佢唔夠我同我，而家佢唔夠我打，冇人恰佢啫。OK。唔使啊，你唔使打啊，佢 fans 砸死你，你入唔到去可能。fans 砸死我咁啊，係喎，而家係啊，劉德華係全華人最受歡迎嘅明星嚟嘅喎，係啊，所以佢唔會同你打，佢唔會同我，佢唔會同我打，咁邊個會同我打？喂，黑超哥，邊個黑超哥？唔知喎，華記咧都唔知喎，咁你知道邊個？你知道邊個會想同我打？暫時啊，你想我同佢打？我要 check 下你背景先喎，如果唔係冇炒作嗰個能力喎，我背景係啊，我之前啲嘢我睇下先啦。我下次話你知啦。哦，好。咁啊，今次咧非常。咁下次話你知，你睇下中山會唔會俾多次機會你打到我。我哋要其實咧，其實好簡單嘅。呢、這個香港咧係由人民去推動嘅嗰、那個出嚟。咁啊，咁好多國家都係。係啊。咁其實香港其實最欠缺一樣嘢咧，就係人唔夠團結啊。嗯。所以而家佢搞啲比賽出嚟，咪係好好笑。係啊。咁咪。人怎樣去團結呢？其實最想打誰，其實那些人都找不到個人出來的。是啊，他想不到的，沒有一個目標，所以就現在自然產生了一個目標，譬如、哦、OK， 林雅居有很多人都想動他的，那就找我出來動咯。那所以就是現在有很多人支持了。是啊、okay. 那下一個那你最想動的是誰呢？我還沒想到，是未想到的，應該是太善良，我說笑而已，太善良，人善被人欺喎。OK， 人善被人欺喎。所以我學拳咧要保護自己嘛。要保護自己喎。你最想打邊個咧？或者你心目中最想打邊個咧？希望大家留言。你最想打掛邊個？打掛喎，真係掛對手。去下一場對手。OK， 多謝各位。Thank you， 拜拜。拜拜。啊 ，by the way， 呢度係新蒲崗啊，新蒲崗。如果你翻工咧。被老細嚼啊！被老細恰啊！呢度可以過嚟嚼沙包，唔好嚼我。啊，嚼沙包，嚼你沙包。工廠區好多人翻工啊，嚼沙包。啊，咁啊，就過嚟嚼沙包。OK。啊，佢好好嚼嘅，都可以嚼下佢。OK，thank you。OK， 拜拜。拜拜。